这些礼物让医生们好害怕。打开就是一个他的孙子的生辰八字，我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烧掉还是我要真的收起来。男生送卡片其实很少，他除了感谢词之外呢，他还附赠了一个唇印哦。他就把这个头盖这样切开，然后就放土进去，就种一些植物给我，然后就说看到这个要想到我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